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永远都是一副抠抠搜搜的样子，什么都要斤斤计较，在你身上我感受不到丝毫爱意。你永远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和你那无关紧要的面子相比，我好像一文不值。我们之间的差异真的太大了，我总是期待着你能为我做出些改变，可你却只会装傻。我对你的付出从来都得不到回应，和你相处我真的越来越无力，我们之间也早已渐行渐远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罗，22岁，来自广东，学生。女嘉宾小陈，22岁，来自广东，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大学辩论社的是吧？对。今天是谁要来的？是我想要来的。要来干嘛呀？想纠正一下他的很多缺点嘛，就是很多缺点我都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就比如说他很抠门，然后有时候还非常的邋遢。啊，我们先说抠门吧。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出行的时候不都是坐公交地铁嘛，嗯，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呢，他也不舍得打车。就比如说上一次我们有一次下了地铁之后呢，其实挺晚的了，然后连共享单车也找不到，那我就想着说那要不就打个车吧，但是他怎么想呢，他就不舍得花那个钱，然后就直接拉着我走，足足走了40多分钟才走到家。当时是什么情况呀？当时是11点了，我觉得走走夜市挺好的呀，对吧，在路上散散步聊聊天，我们可以增进各自的感情嘛，而且你非得挑那个时间段打车，30多块钱呢，那可是，我觉得没必要啊。说到底你还是计较钱，走路那一整天下来我都很累了好不好，你就不晓得要照顾我一下吗？就一定要非要省那个钱干嘛呢？我在路上是有跟你商量着的，哎，我们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要从生活里面把这些钱给攒下来，就是要从细节上入手的，你知道吗？不攒这些钱，你的这些钱就会不明不白的就流走了，你知道吗？哎呀，打个车能啊？行行行行行，你攒那么多钱是不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也有点窘迫，所以一定要省钱。好好好，除了不让人打车之外还怎么抠？哦，那平时为数不多我们出去旅游呢，嗯，本来两个人说好到那里去玩的呀，挺开心的，然后到了之后呢，你让我一个人去玩，然后你就说你在那里等我，那能叫玩吗？啥意思？就是我们去到一个景区，他不进去你去。我是不跟你进去那个游乐措施那里玩，景区的门票我是买了，然后花了好多钱呢，然后我跟你进去那个景区之后，那些游乐措施我不感兴趣啊，你想玩那你就玩呗，那我就给你玩呗，把我的那份给你玩还不可以吗？对吧，我没有必要花这份钱呢，你玩了之后我就在等候区那边等你出来啊，我觉得挺好的呀。行，你说你不感兴趣，那吃饭呢？吃饭总归是我们都要一起吃的吧，但是你怎么做，我们到了饭店之后我一个人点餐在那里吃，然后你在我旁边干嘛，在那里吃泡面呢？为什么吃泡面你也能拿出来说呢？就景区里面的东西有多贵你不知道吗？就一个单人套餐能花80块钱呢，两个80块钱加起来就160了呀，160就是够我们的车费了已经，而且我把我那80块钱给你吃还不行吗？你就是特别会计较，有时候好吃饭这些我们不说，有一些很小的事情你都会计较，计较到什么程度呢？就有时候手机我没有流量了，他流量比我多一些，我就想着说让他开一下热点给我用，嗯，但是我还没开一会儿，他就怎么说在旁边一个劲的催我说啊，用完了没有啊，用完了没有，没用我就关了，不就是一点流量吗，你一直催有什么意思啊？那个是钱呢、啊、
对呀、啊，你看，就是很计较这些事情啊，而计较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们去坐地铁，就是进地铁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些口罩绳给扯断了，我就想着说，哎，那就买一个新的呗。但他怎么做，他就让我将就一下，把它绑到我的耳朵，就固定一下，就觉得 OK 啊，没问题啊。当时什么情况？我们离家还有几步路的距离了，十分钟不到了，对不对？我们绑一下，忍一下嘛，好不好？我们家里那么多口罩，我们用得完吗？啊，你又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呢？你就不会从这件细节上入手吗？哎，我不是说这节约这事儿不好啊，但是你这么做的让人听的，就这事儿有点过了，知道吗？哦、就我自己的理解啊。也不是啦，就是我们现在是刚出来实习嘛，然后我们工资也不多，再加上房租，然后每个月如果是一不小心的话，就又会流走很多钱。好吧。还有一件我觉得很过分的事情、啊、说有一次我过生日，然后刚好有个机会，就可以说是兼职充场吧，就是每个人有100块钱报销这样子。那本来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可以免费吃东西。然后他怎么做，在我点完菜之后呢，他就想到了个办法，就很投机取巧，然后就想着说把这个东西退了，然后就不吃，然后挣那个钱。你说这算什么？当时是饭店里面有那个活动，有我们可以去充场，然后呢我就问了服务员能不能把这个啊原本可以免费的饭钱给他退了，退了就能赚钱了呀，我就试一下呀，对吧？结果服务员哎一打听还可以，那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哎，来吧，咱们说邋遢吧，不想听了，听得塞心的哈。说回邋遢，生活上他有多邋遢呢？就拿洗衣服这件事情说吧，他洗衣服、袜子、内裤这些从来都不觉得需要分开洗，然后衣服一堆就会堆一个星期才拿去洗，晾衣服也不好好晾。我没有不晾呀，我只是晚一点晾嘛，我堆个几天的一起晾不可以吗？我上班已经很累了，然后下班还得干这种家务活，我就觉得没必要吧，然后一次性把好几天的干完，我觉得挺方便的，没问题啊。生活习惯不一样，不一定邋遢。他说他上班累，我上班就不累吗？但是我回到家总会把自己弄干净之后才去躺床上什么的。那他倒好，就完全不顾身上有多脏，就往床上一躺，躺着躺着他就懒得起来去洗澡啊啊刷牙呀什么的。就更夸张的一次是什么呢？他可以忍受连续2个礼拜然后不洗头，然后就说什么我有那个干发免洗喷雾啊就可以了呀。叫免洗干发喷雾，免洗不用洗，干发就是平常我洗头我都弄得头发乱糟糟又湿的，我又不能直接躺床上，对吧？它就不没有那么麻烦，喷雾它就是个喷雾，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为我良心打造的呀，对吧？我觉得就是为我打造的呀，我觉得没问题啊，我就是上班太累了，我不想花那么多精力去应对这种事情，我就喷一喷，我就往床上一躺，挺 OK 的呀。就是懒，我觉得你找的都是借口，你懒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在家里吃饭，让你去洗个碗，直接不用洗洁精，然后就用清水冲一下，然后你就觉得它干净了，它 OK 了。你知道这种懒在我们看来就是什么？就是很脏啊，一点都不注意卫生啊什么的。为什么在你眼里我总有那么多细节可以抠呢？洗个碗你也要抠我？我是那种就是看到这个碗没有那么脏，我就不想花那个洗洁精，你知道吗？我就拿个清水冲一冲也可以应付一下子，对吧？看吧，就连洗洁精都能节约，我都不知道节约了它来干什么。有时候说你几句你还不乐意，就觉得啊我好啰嗦啊，然后你好委屈啊，明明都是你应该去改正的缺点呢。姑娘，你是不是觉得她特懒？对，特别懒。我觉得她要说她是天下第一懒，你觉得你是天下第几懒？她就是天下第一懒。我觉得她不是，你是。她是天下第二，你是天下第一。你要是这么受不了她，你为什么不走呢？你说你得有多懒呢、啊？怎么还说她呢？别说她了吧。你这么说她，你不就说你自己吗？这不是你选的人吗？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这样啊，他现在已经这样了，赶紧跑啊。
每个人都有缺点，那我也认为我也有什么缺点在的吧，那我们就是要相互磨合吧，就是我说他不好，他就有些不好，真的不好他就改正呢、啊、那我也相对应的我也一样啊。你女朋友有什么不好的你说说吧，我们听听。那你在我心里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吗？嗯，就你其中最大一个缺点就是爱面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商场里面买个雪糕，雪糕而已，对不对？一个食品而已，40多块钱。我说你一开始你不知道40块钱，但是最后付款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条码显示40块钱？我叫你拿去退，你有没有去退？你当时就是干嘛？你叫当时就是觉得那个服务员在看着我，哎，我不好意思把它拿回去。看到那么贵的东西，你都往那下手的吗？就一口40块钱就没了，我无法理解。那次雪糕我也确实一开始不知道它这么贵啊，而且我拿都拿了呀，那我正好不就借这个机会尝一下它跟那些平价的雪糕有什么区别吗？那你就是当做一次尝试啊，而且我又不是每次都这么做。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现象了，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们商量好了去商场里面逛，对吧，不消费，然后就是聊聊天参观一下散散心什么的，结果倒好啊，杀出来一个化妆品店的服务员出来把你拉进店里面一顿推销，哎，结果你还真买了几百块钱的化妆品，你这算什么呀？不是商量好了吗？化妆品那是化妆品，每个女生都会有用到化妆品的时候吧，而且我那个时候不完全是被那个店员忽悠着去买的，我就是觉得那个他推销的那个我正好需要，而且我家里那个也正好真的快用完了，而且那个店员也跟我说了那个东西是限定包装的，我要这一次不买我下一次就买不到了，那我买它既有用又买的值得，我觉得很合理啊，两全其美啊，你拿它出来说干嘛呀？我问问吧，就是在你的眼中这个男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已经听到两个了，抠门，另外一个是懒。这个男生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听我说的话，简单点就是也不站在我的立场为我考虑事情。不听话和不考虑，男生你能回答我你女朋友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她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心里只有自己，你知道吗？哟，怎么这么说？在我看来她就是变了，他跟一开始完全不一样了。就比如说一开始跟他聊天给他发的那些生活上的分享照片的时候，大家还有来有回的会回，但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我发了一连串的图片给你，你跟没见到一样，然后非得我问你一句你在吗，哎，我都怀疑你不在了，你结果回了我一句在呀，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所有的都不回你，只是有时候你分享的那些照片其实以前也大多不少的都分享过了呀，而且我知道有时候你有分享的这个心，我就觉得我看到就好了呀，不是什么都要回的，而且有时候工作也挺忙的呀。你们俩谈了几年？我们的话是差不多快2年了。彼此见过对方的父母吗？有见过，都有见过。对他什么印象？其实他这个人看起来都是蛮踏实的蛮老实的，就是感觉我父母可能还是比较放心的。对，你还好意思说父母这件事情？你来我父母家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去你父母家的时候都是毕恭毕敬的，都是很端正的，然后你来我家的时候我父母带你去喝茶你怎么做的？你就一个劲的在那玩手机，就是我跟我父母都很尴尬你知道吗？我都感觉我对你父母的态度挺好的呀，为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呀？不就是有一点尴尬吗？你也不用这样子搞得场面好像你好高端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第一次见你父母我难免会有就是尴尬，不知道怎么跟你父母打交道啊，然后我当时玩手机我不是真的全程都在玩，我只是也是想借过手机掩饰一下我的尴尬而已，那反倒是你怎么不观察到我那种处境然后出来帮我说话呀？你就只看到我埋头玩手机而已。所以你们俩进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首先我就是觉得那些真的很难以忍受的缺点，邋遢呀，然后抠门啊，而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每次发生有什么矛盾的话我解释你就觉得我是在
辩解，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不觉得啊。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在解释它是辩解？就比如说我们其实上班都累了回到家里嘛，那我想的就是在躺床上休息一下呀，但他就觉得啊，你怎么这样了，就一回家就躺啊，要不你就跟床过吧，你是不是就当我不存在啊什么的。我感觉他也不考虑我啊，他也不顾及我的感受啊。你一回到家你是怎么样子的？你躺一会儿可以，你躺一会儿我允许，但你不要老是在那个床上躺着呀，对吧？你累我也累啊，我想着是我们能不能互相聊聊天，增进一下感情，对吧？散散步也好啊，甚至看个电影也可以啊。为什么要搞？你确定你要去跟他看电影吗？可以的，这些电影票好多钱的哦。但是前提是要有优惠。啊、哦，前提你看，所以女生今天来到底是干嘛的？我再问一次。我来就是想得到他的偏爱。那要怎么偏爱呢？就拿他抠门这件事情说，你不能对我也这么抠门吧？他对你已经不抠了。他自己吃泡面，你吃饭，还要怎么着啊？那，所以你到底想干嘛？你把他想清楚，要不然怎么帮您呢？其实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多了，因为生活已经到了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地步了。就是生活上面呢，他老是嫌弃我这抠那抠。懂了懂了，对你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吧？对啊，我就觉得，哎，我都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因为我这件事情我已经焦头烂额了。男生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女生说的这个种种，抠是无法忍受的，懒是无法忍受的。然后女生说了一个最关键的一点，是说我的男朋友不会按我的想法来，他没有偏爱我，那为啥还不分手呢？你给我一个不分手的理由。我跟他的话就是，他一开始给我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很能逗我开心，可以说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有幽默感，然后对我其实也挺温暖的一个人。听明白了，他会让你开心， 对吧？对。现在这个开心果还让你开心吗？除掉那些缺点的话。哦，要是能不抠门了，要是能不懒了，完美。对。来，应该怎么办？各位老师，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耿耿于怀，女生爱面子，我就匪夷所思了。这么一个爱面子的女生，怎么会和你这样的男生相处两年呢？男生恕我直言，他指责你是抠门。我一直想在你身上找到，这不是抠门，而是节俭。我失败了。我原本认为抠门嘛，可能是他的习惯，但是邋遢两者风牛马不相及，但我现在发现有关系。两个星期不洗头是为了洗发液可以省，不洗碗是可以省下洗洁精，但卫生呢，安全呢？您想，一个女生因为喜欢你在一起，他确实吃到了他想吃的食物的时候，旁边那个男生是一碗方便面，我想这是一种抗议，这是一种明白的告诉你，你奢侈了。买了公园门票进去，你喜欢游乐设施你玩吧，我在旁边看，你说他玩得快乐吗？他是不是感到很惭愧、很内疚、很负罪啊？这样的恋爱，我看不到可以改变的希望。关键是他认为自己做的根本没有错，所以他改不了。我想也一定有女生能够接受他这样的所谓的邋遢和抠门，但是你肯定不合适。最后送你四个字，敬而远之，好吗？我在想，你这样的抠门呢，这个词儿不好听，我满以为是叫节俭。但如果节俭的话，经常有一个词连在一起，叫勤劳节俭。但是发现在你身上找不到勤劳。你要懒的话，那意味着你就不会创造价值了，那就属于压榨。压榨谁呢？
压榨自己的健康，压榨女朋友的感受，因为你可能在乎到钱了，但是其实你忘了，因为这个抠门你伤害到了女朋友的感情。所以这个你想一想，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损失，你没有全面的算。如果你要全面算下来的话，应该是这个事儿既省钱还能让女朋友高兴，又不伤害彼此，这个叫真正的节俭。抠门就不一样了，抠门它是狭隘的，是一个压榨性的，这是我想跟男生说的。那女生我想问一下，刚才问的谁懒啊，主持人说了你是第一懒，他懒得走，这个的确要思考一下。第二的问的说抠门，他抠门你抠门吗？我还好啊。你还好吧？ 我没他那么抠门吧。我觉得你多少也有一点，至少在你们谈话当中，他不舍得花钱，他不舍得花钱，但是我好像也没看到你怎么花钱呀。这个也要反思一下。有的时候呢，经常说别人小心眼的人，有可能自己也是个小心眼，多多少少有一点。所以我也没看到你的大度，至少我没看到。吃方便面，你那儿吃着80块钱的餐，如果你真的心疼你的男朋友的话，那可能你也会说把方便面拿过来，这80块钱的餐给你，而不是一味的说你吃着80块钱的餐，人家吃泡面，除了说抠门之外咱还能做点什么，或者给这个男朋友买一份，或者交换一下，或者你不吃我也不吃，总之呢不是一味的只是评判和指责。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感觉也不是非常的好，对不对？综合以上吧，我觉得纠错这事儿就不要想了，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人的价值观，人的生活习惯，它是很难改变的。多少年以来会发现改变别人这件事情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咱们就不要尝试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然后遍体鳞伤，发现我们不合适，不如知道这个真相早点做决定。刘老师你是醍醐灌顶啊。我才弄过来，他不打车你打车不就完了吗？他吃方便面你看不下去你给他买啊，你也没从口袋里拿出这个钱来啊，原来第一抠在这儿是吧？虽然都抠，但抠的地儿不一样。他可以把钱给你花，但是他吃差一点，从这点来说，那其实他爱你比你更爱他多一些。比如说买化妆品，他即使再不乐意他就是唠叨唠叨，你买没买，你买了你对自己不抠啊，但他呢就觉得哎呀看不惯你这种消费的观念。那个雪糕你吃了对不对？但为什么没给他买一个？你们俩抠的方向不一样，其实他更爱你，但是呢你呢却一边占着便宜，利益的既得者，又看不上那种观念。可他真是啊，已经把所有他能做到的都做到了，但是你没有领这份情，你们俩不会长久，因为你们俩因为消费观的不同，你们总是无法一起做一件事情。你们俩能不能继续下去呢？挺难的，挺难的。关键你能不能领略到他在抠索自己的时候，在节俭的时候对你的那份心。你的钱交给他吗？没什么钱，所以你直接回答我，那就是不交喽。各自有各自的钱，我们现在是没有说水管钱之类的。好的，对于你们都抠的人来说，我只能说，爱在哪里，钱就在哪里。所以你们的爱都在自己这儿，没有在对方那儿，就这样。
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能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只是我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就是后面相处久了才渐渐显现出这么多矛盾。其实我还是希望你能改，我也能改，我们各自都能反思一下。你知道你这种问题存在多久了吗？从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后面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我感觉你就不关心我了，已经开始让我觉得你的态度我已经捉摸不透了，我对我们未来其实挺迷茫的。最后的话，哎，我也但是就是很迷茫。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做预测吧。在一起，双方都已经感觉到如此的不舒服，分手是最好的选择，算不出。两个人都抠，只是抠的不一致，抠的不和谐。所以预测男出女不出。我觉得他们要听你的话，他就双出了，各自调整一下，在同一水平上就行。来，咱们一起看结局，请开门。你们俩就好好的吧，别去抠别人了，想想幸福到底是什么。谢谢老师。来吧，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请亮灯。谢谢两位，请回。我觉得在人群当中他们俩相遇也挺不容易的，能配得这么机缘巧合，可能通过今天的节目之后，如果他们意识到了把自我这部分再放出去一些，也许这一对会幸福的。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你真的太恋爱脑了，你的眼里只有情情爱爱，却忽视了周围的一切。你永远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只会给我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你的敷衍让我感受不到一点爱意。爱情需要的是双向奔赴，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未来努力，可是你的态度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各方面的压力每天接踵而至，但你的幼稚真的让我看不到一点未来。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胡，22岁，来自甘肃，程序员；女嘉宾小鱼，26岁，来自成都，新媒体主播。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是在旅行团上认识的，是吧？对。追的时候知道姐姐比你大吗？当时？还是知道的。知道的？对。咋知道的呢？当时也是通过朋友一起去旅行的嘛，然后也是在朋友那边问到的嘛。哦，喜欢他？喜欢啥？个子高，帅。对，个子挺高的。哦，行行行，今天为啥来？今天我就是感觉到啊，就后面他不是在工作了嘛？因为他工作忙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后面发现他一些不成熟的表现和一些幼稚的表现，我就感觉我们俩之间矛盾就越来越多了。再加上我们之间可能也有年龄的一个差异嘛。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就是再走下去了。今天是来问路的，是吧？对对对，想知道怎么走，怎么了？他本来是程序员嘛，就工作特别忙，对吧？我也能够理解，加班的话也是家常便饭。但是总是因为各种工作忙的一个原因嘛，就感觉越来越疏忽对于我的一个照顾了。啊，咋会呢？就是平时的话，因为我也有出差嘛，然后就是约会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少，一个月的话也就那么一两次。然后他因为每次工作忙的一个原因呢，然后他就给我推脱了，就见不着面，是这意思？对对对。可是的话，那我也要加班啊，就也没办法呀，我也跟你解释了呀。问题是他每次解释了过后，我就觉得很敷衍我，就是你就再怎么加班的话，也不可能每次加班，对吧？你总会抽出时间，就是出来约会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每次就是以加班为理由，然后就拒绝了。哦，那就没约过会。
也有之前的话，就比如说因为我会订电影票之类的吧，结果电影票也没订好了，然后他也没有来，然后我会提前去约餐厅，有些时候我约好了餐厅，也有他也迟到，然后让我等了一两个小时。更有一次就是说我已经订好了旅行团的一个票嘛，飞机票也买好了，他都没有来，然后我也直接损失了几千块钱。可是我也跟你说了呀，再看嘛，我也没答应你那个时间有时间出去嘛，我就说再看嘛，结果你就自己把票就订好了，我有什么办法？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不是有年假嘛，对吧？你年假请了可以跟我去啊，但是他还是不听，然后他就直接还是就没有去，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每次约好的事情嘛，他都不遵守。嗯，就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我们已经约好了出来看电影嘛，对吧？啊，然后他当时就领导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就直接去工作了嘛，然后就把我一个人丢在电影院，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每次就是很敷衍我。这个除了时间上忙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平时有一个习惯嘛，然后他不管是去哪儿都喜欢提了他的一个电脑包。我跟他一起去逛街，然后他就一个人坐在沙发那儿，然后他就在敲什么代码之类的，然后修复什么什么 bug。 然后我试完衣服我就问他好不好看，他就很敷衍我，他就说嗯嗯好看好看，就这样子很敷衍的样子。可是的话确实就是那样呀，好看的话我就跟你说了你包起来嘛，不好看你就换一件嘛，我跟你也说了呀。你知道问题是女生的话需要你去回应的，但是你每次就是很敷衍的说哦哦好吧，然后我就感觉你根本就没有很看待我们这一份感情。对呀、啊，是我情商比较低啊，我只能那样回应你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就说哎好嘛，然后你就包起来拿走就可以了。反正我就是觉得他平时生活中就是这个样子。更搞笑的是什么嘛，主持人，就是那一次比如说逛街嘛，就是他在沙发上就是工作嘛，对吧？工作到一半他电脑没有电了，他直接把我带去网吧，然后他在工作，他让我一个人在那看电视剧，然后整个就是一天下来过后呢，他也觉得这一天挺充实的。你觉得这让不让人无语吗？我就觉得你就是你约会的时候本来就是约好时间出来约会，那你找的就是这么个人嘛，谁叫你找他的嘛，你在享受他颜值的同时你就得接受这一切嘛。而且还有就比如说他平时的话就是还要每天哈、啊、就是拿一个小时来自己做一个总结，然后还让我这一个小时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这一个小时的话，哎，主持人我跟你说什么，可能很多人都需要这一个小时来总结一下自己的今天的生活啊工作啊，这些都是很正常，对不对？嗯，然后的话我就是总结一下我今天工作哪里出错了，明天哪里可以省掉，这不是挺好的吗？问题是你每次在总结工作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总结一下我们感情之间的一些矛盾呢？哎呀、就是、我也看了呀，我们感情感觉挺好的呀，没什么啊。你看嘛，他就是这样说，每次都是这样说、啊、就是完全找不到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矛盾点。行吧，你指引他嘛，你告诉他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嘛，你说嘛。问题是对啊，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不是吃东西可能过敏了嘛，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说要不你送我去医院之类的，然后结果他就陪他什么朋友吃饭啊或什么客户吃饭的，他说等忙完了然后再回我信息，结果忙完就没有音讯了。我在电话里面跟你说得很清楚嘛，有啥事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嘛，你也没跟我说，我以为就是问题不大嘛，然后就你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了嘛，然后当时也陪客户嘛，然后走不开嘛，然后客户老板都在，我不可能就是你自己先走嘛，我也跟你说了，如果你有啥事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也可以去解释，然后我可以先走的。反正 你也没跟我说呀。反正你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嘛，就好比就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他总是缺席，就算是在的时候他也是表现得很让人不舒服。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有一次我约他跟我父母一起吃个饭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见面好了解嘛，他因为工作的就太忙了就推脱了。但是后面我第二次约他和我父母一起吃饭的时候，结果他在桌子上又不说话，然后后面的话又现场的在那什么忙工作啊什么就在那敲敲敲，我看着都很恼火。反正我父母那一次就对他就感觉挺不满意的。嗯，第一次的话确实我做的有点欠妥嘛，但是我也解释了呀。第二次的话，哎呦，我当时坐在那也无聊嘛，也发呆嘛，然后幸好有工作嘛，我第一次已经把你父母推脱了，我第二次也不可能就是把你父母又撇在那我又走了吧，我感觉就挺好的呀。你父母看着我那么工作努力不是挺好的吗？但是我也没有看你工作有多努力啊，就感觉你每天都在加班，就感觉就是你的一个工作效率很低，所以因为你的工作效率很低所以说你才加班的。不是你这个你就不用管他了嘛，你不喜欢你就翻身就走就好了，人家就是这样啊，在我看来可能就是不重视你啊，就是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什么意思嘛，就是这样啊。啊，除了这个，那你较什么劲呢？在那儿，我不知道啊。确实也是。是吧？嗯。除了这个还有啥？
就是他也是一个真的特别直，而且感觉情商也特别低的一个人嘛，平时也不会注重你的一个什么情绪之类的。然后像之前我在上班的时候嘛，对吧，肯定也是受了一点委屈，想要人就是安慰一下之类的，给他发了一个就是比较委屈的表情包，他也觉得挺可爱的，然后还跟我开什么玩笑。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开玩笑吗？主要是我跟你又不是同一个工作，我也不知道你是工作中因为啥受的委屈啊，我只能说，哎，你不要跟他有一般见识，不要往心里去啊，我只能这样了呀。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嘛，一点仪式感都没有，比如说像什么周年纪念日啊、生日和情人节嘛，因为女生也是比较注重的嘛，结果你不提醒她的话，她永远都不知道。对我来看的话，我们都在一起了，这个纪念日啊，这个就没什么呀，这个不重要呀，对不对？哼，这个我感觉就是不重要呀。但生活当中本来就是需要仪式感呀，如果说生活中全是很平淡的过下去，你觉得还有过下去的必要吗？但是平平淡淡挺好的呀，如果你对那个中间日很重要的话，那一天两天三天的节日是不是都要过呀？我并没有说一天两天都要过，但是一些重要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过的。他给你送过礼物吗？他送过，然后比如说最先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告白的时候嘛，会给你做一个告白小程序，然后上面就是同意和不同意嘛，我点了同意，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就是点那个不同意的时候，那个不同意的按键嘛，满屏飞嘛，就感觉当时还是挺浪漫的哈。但是后面就是送的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姑娘，你上当了，那玩意儿网上要多少有多少，哎，我天，他自己下载的，不是他做的，哦，是你做的吗？哇，也是看到攻略吧。反正就是还给你送了一些什么礼物哈，就是反正也是代码之类的哈，比如说像生日礼物啊，就给你敲了那个什么生日蛋糕的一个代码出来，然后比如说你要是他想要一束花的时候，他就用那个代码给你敲了一束花，就是今天我都带来了嘛，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大屏幕给你们录下来了。这挺好啊，也挺浪漫。我就感觉挺好的呀，我也是辛辛苦苦做的呀。哎，你说，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太虚拟了，因为在爱情当中，你没有真实的一个东西，我就感觉就是很空，知道吧？我之前都跟你讲了很多遍了，你这种东西送多了过后，我就感觉你没有诚意，就感觉很抠啊。啊，但是我也送过你现实礼物啊。哦，主持人，你都不知道他送了什么现实礼物？他之前送什么假发片和那个什么抗秃神器，就是我在想，我头发有那么秃吗？你现在都已经在送我这个了，为什么要送假发片和抗秃神器？在一起的话，他经常跟我抱怨，他说，哎，他经常染发，头发都要秃掉了。然后的话，哎，这个的话，我这个有经验嘛，我们用的产品就是比较好嘛，然后就送给他嘛。哦，程序员都要用这个是吧？挺可爱的小哥哥。但是我都跟他说我不需要了，我就随便开一个玩笑，他就非要当真。但人家送你了？是送我了吗？但是这个礼物我觉得太不切实际了，我又不需要。但是你经常跟我说你喜欢有细节有诚意的男孩子嘛，然后我的话，我把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了，我这么关心你还要我怎么样？但是我说了什么玫瑰花之类的，什么生日蛋糕，你为什么没有记下来呢？还要非要用那个代码给我敲出来？那不是挺好的吗？好吧，是挺好的。哎呀，你这恋爱谈的啊，这小伙子管你吗？有些时候肯定要管啊，就比如说就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特别爱吃醋嘛，小心眼儿。我是一个新媒体博主嘛，因为我可能会出差，会接触一些异性，然后像什么男同事、领导，结果他倒好，没事我给别人打个电话呀，发个语音，他非要让我开一个免提，我就觉得挺无语的。但是我的话，我身为一个男朋友，你跟别人打电话，我让你开免提，这个很正常啊，吃醋很正常呀。是挺正常的，那公司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点子，让我们去下载一些交流软件之类的嘛，然后可以增加自己流量，把平时的一些生活啊分享在上面。结果他每次看到，然后他就觉得好像不行，然后非要让我跟他解释。但是的话，你下载那什么啊，我都是你男朋友，你还要上面东西重新找一个男朋友吗？我之前我都跟他解释很多遍了，知道吧？哎，这恋爱谈，所以为什么不分开呢？其实之前我跟他在一起的原因也很简单，就觉得这个人的话至少就是心地还是比较善良，人品这一块应该是过得去的，他不像那些什么花花肠子之类的嘛，因为感情当中肯定是人品第一位的嘛，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还是比较认可的。那还说什么呢，都认可了嘛，就往下走。对啊，然后的话平常他生活中也会嫌弃我这儿嫌弃我那的。嫌弃你什么？主要嫌弃我挣钱少啊，嫌弃我给不了他想要的，我不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你每个月四五千块钱，你养活你自己能养活得了吗？你还养活得了别人吗？而且你感觉你没有什么人生的一个规划。
可是我刚毕业，我刚毕业，我现在这一步挺好的，我以后的升职空间还是挺大的呀。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升职空间啊？我根本就没有看你的一个规划，问题是我平常跟你说好好聊天，你都要跟我抄一下，然后的话他在家说我的，有些人真的说得很过分，看不上你是吧？对，然后他平常在家说我哎没出息啊，他说我最过分的就是说我还不如之前追求过他男生的一半好，这个我就感觉真的是把我贬得一文不值。人家有些男生至少年龄大，他成熟，至少懂得女生的一些细节，对吧？考虑女生一个感受。那你去找啊。没有，因为之前那些比如说有些男生的话，因为就是太远了嘛，可是这是异地，然后我想是本来都是在成都定居的话，这样的话就挺好的，然后也是因为个人原因嘛，所以说就没有去找其他地方的男生了。而且就比如说我平时都有在规划未来嘛，因为年龄毕竟也挺大的，然后我肯定要考虑一下房子一些财力的一个问题嘛。就比如说房子，因为他才毕业，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买，对吧？但是你一定要把它规划在内。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看到他规划过房子之类的一个事情，像彩礼的一个事情我都给他讲过很多遍了，就说或多或少你肯定是要意思一下嘛。结果他倒好，他觉得反正都在一起那么久了，给不给都无所谓，就是我满脑子都是我怎么听着好像你这是想结婚呢？如果说能走下去的话，肯定是两三年内肯定是想结婚的嘛。结果他倒好，他满脑子就是他的什么二次元世界，就跟他一个交流就完全就不同。可是的话，那又我也有规划呀，我肯定是有规划的，但是我现在刚毕业，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呀。然后的话，我喜欢二次元，难道就不能因为我而去了解一下二次元是什么世界呢？你喜欢的东西我可以专门去了解，跟你找共同的话题，难道你不能因为我而找一下这个？他喜欢那个到什么程度？就是平时的话，就是下班了过后哈，坐在电脑前，然后看一些虚拟的二次元主播，跟他们进行一个弹幕互动，一刷礼物的话就是刷好几千。然后平时他上班的工资都没有那么高，平时给我买礼物都舍不得，然后就是为了加人家声优的一个微信，看人家长什么样子。可是的话，那也是我自己的爱好，那是我自己的圈子，我跟你又聊不到一起去，然后的话我加他们微信就是哎呦，他跟我们有话题聊，不是挺好的吗？所以其实你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忙碌，对吧？你至少还有时间跟声优聊天嘛，对吧？对。所以跟小姐姐在一起又没有共同的话题，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呢？又聊不到一起。这个可能就是第一眼吧，就那个一见钟情吧。然后刚开始跟她相处的时候，她对我还是挺好的，挺照顾的。现在呢？现在的话，她就是最多的就是一个催促，而且一个监督，就是贪恋小姐姐对你的照顾，是吧？啊，对。你有想过跟她分手吗？暂时还没有吧。还享受着她的照顾，对吧？而且对你脾气挺好的，对不对？说不约会就可以不约会，对吧？只要说加班，她不会追问你，对吧？对。然后二次元跟这个虚拟主播聊天打赏，他顶多说一下你，但不会深究你，对吧？对。今天来干嘛？就是想解决一下矛盾嘛，感觉现在就是很难走到一起了。你愿意交往下去吗？如果他愿意。你喜欢他吗？啊，喜欢。你爱他吗？爱过。爱过？我的妈呀！你以后愿意娶他吗？啊，愿意的，只要他愿意。哎，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你刚才很坦诚，说自己情商低。我感受到你的情商并不是特别的低，似乎恋商低。恋商低是因为不想谈这一段恋爱。你对这一段恋爱，我认为他没有尽心尽力把全部的心思画进去，也没有把应该画的心思画进去。如果足够爱，我想他不会不知道鲜花蛋糕它意味着什么。你用这样的举手之劳的代码去应付了他想要的仪式感，与心何忍？你真的是认为我透出的是专属的浪漫吗？只不过是方便而已。买蛋糕买鲜花不但要花钱，而且要占用时间，你不想。
和遗憾，你可能不是他真的心心念念要疯狂的去爱的那个女生，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是出在爱的问题上，而不是在什么情商的问题上。谢谢。听了半天也没有大的冲突啊，他俩人不适合在一块儿。我觉得他们只是因为需求，你需要这么一个对象，他像一个电脑一样，你随时回家可以随时面对他，他就在那里，所以呢你这是满足了你近期的需求，但你随时会离开，因为你想的是说，哎，这个电脑它会变成人，它会主动的向你示好，它会和你互动，它会体贴你，但是它一定不是。男生啊，他就如同你另外一台电脑，他可以帮你做饭，可以照顾你，可以留在你的身边，并且还可以给你空间，他不太干涉你，就是因为他干涉的太少了，其实你不觉得不正常，他并没有真正的走进你的内心，你现在也没有在谈恋爱，你也只是满足自己一个需求而已，我有一个女朋友长得还不错，你压根就不在乎他的感受，可以以加班为所有拒绝和他在一起的理由，可以把加班就当做这个导向牌了，这不是爱情，你们俩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为了爱情，只是解决自己眼前的问题，没有未来，只有当下，所以尽早分开吧，好吗？就这样，一句话就说完了。他喜欢你但不喜欢谈恋爱。60秒。反正我觉得反正也在一起那么久了，就感觉你一直很忽视我的一个感受和一个照顾吧，就感觉你从之前我觉得有一点幼稚我都还能接受，但是到后面的话我就感觉你给我的一个安全感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还能不能走到最后，这个我觉得就交给时间吧。跟你一起的话我也改变够多了，我的话从一开始到现在我感觉我改变的是确实很多了已经，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改变的更多一点，因为生活当中不只是柴米油盐，相对应的一个仪式感呀，然后对女生一个照顾还是应当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承担吧。还要留给时间呢，四位老师都白跟你说了是吧，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前来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伯宏兄，预测一下结局。这段恋爱不用写程序，已经有结果了，算不出。肯定是不看好，但是一会儿的结果呢？我预测男方要出来，男出女不出。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好了，祝他们找到自己中意的人，祝幸福可以伴随他们。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